十三，大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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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二，开始没有开啊？先不要开，十一个，三张而已。OK，好，看你们的手气好不好？第一位抽到的是，是什么？哎呦，厉害，哇，三的，好啊。第二位抽到的是H，漂亮，攻啊，已经15了，第三位，龙五 K，K。 也不错，也不错，也不错，差不多是K的第15，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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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，
四声客，客服，客服，刻不容缓，客服人员，课本，客服障碍，课外读物，客家人，刻印章，刻明星，刻钢，客家料理，客家委员会，客难，客家博览会，客家电视台，客制化，客家小炒，刻在我心里的名字，客堂，客意，客家菜，刻板印象，客宁奶粉，客人，吃过啊，客人来了，可以，刚好。都会算，这么讲五个啊，一个五个五，这不叫二数吗？太强了，太强了！我想客家就切了很多了，客家人蛮帅的，对不对？客厅，好不好？客厅有没有？有，那客人、客房、客委会，对，刚刚的有点瑕疵，是刻在我心里的名，不是刻在我心里面的名，刻，可是他也是那个刻，是刻，雕刻的刻，那个是双可以的。可以，他讲那个刻印章没有讲刻印章，刻印章，对呀，对呀，刚刻印章也怪，刻印章也怪啊。那那个刻是，所以这个对啊，刻印章是你错，没有，不是刻，而且刻在我心里名字，他如果有注音是刻，是雕刻的，他是这样，对，刻，对，所以形容，所以刻在我心里也可以，也是当然哟。强啊，达标，我错了，陈贵人吓死，我强他，哦，打得漂亮。哎，还有强的，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过，哎，蛮强的，我们也没想到，那个就是你越来越强，真的不骗你，蛮强哦，因为光是客家人，我恐怕会重复，会对，客家人，但是客家是一个很好的嗓音，就有很多的延伸体，对，没错，你们要走，你们下两三段，这么厉害，加油，完蛋了，好紧张哦，来，好猜。来，先看题目啊！抽到的题目是，那么想一下，利，简单，利，好多，超多，蛮多的哦。来，先吃啊！利有什么？利的，利很多。利啊，你就想利，小的，小的，利啊，哎，超多的。来，请开，大家看一下有什么。哇，多少？二，你来。利的利，哇，小的，小的，奶哥，我怎么没有抽啊？你确定吗？我没有抽，你没有抽吗？二，哇，多少？二，你来，你来，你的力，哇，小的，小的，奶哥，我怎么没有抽？你确定吗？我没有抽，你没有抽吗？抽到 K 吗？十九还好啦，我跟你一样，这比刚刚少哎。利多了，利多是九啊，二十五都过关了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九，来准备，王灿，王灿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压力，因为我只在听你过三轮呐，你讲三个就过了。哦，没问题，那准备来哦，四手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四声利，利利下去，力不从心。利器，利利分明，利正，
历史课本。励志大酒店。例如。厉害。立正站好。立蛋。历经酒店。历史课。历代名人。粒粒皆辛苦。一人历经。一人历历史教科书。历史屋博物馆。历史历。第十九是不是？第十九哎，他被撑掉了，他没有过。已经一生没对他讲完。徐奶奶刚刚说什么？我叫一人一经，我怕你怕你们搞错、啊。对对对，一经的意思提示你，我提示你们了，我这么做节目做到这样。怕你们喷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刚刚有一个励志，我是真的里面吗？励志秀哥哎，我是来是我们里面的，过我就过了。励志励志励志大酒店，励志还有励志广场呢，对对对，励志酒店也有，励志励志酒店，你都住很好的酒店呀？为什么都没住过？都在酒店里面，已经漂白了，不要再回去了。他是飞来飞去了，念念不忘。对，我是在多少？太古吗？第十八而已。对啊。刚好上诉啊，上诉！过，对，你们还好，还好，哇，还是很简单耶。我觉得你们这个就上诉就好了啦。当然上诉啊，对，当然上诉，跟抽奖一样，可以了吧？中太多了，可以了吧？那全部奖一定会过关，可以啊，这一定会过关，加油！照讲照讲，来讲三个就好。至少 tempo ready go， 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四声力。粒粒皆辛苦，力不从心，荔枝，粒粒分明，立正，粒粒佳句，励志大酒店，例如，励志，立正站好，立蛋，丽晶饭店，历史课本，力量不俗，力量，历史老师。历史蒸馏酒，历史屋博物馆，历史名人，历一些辛苦，讲过了，过了，我们第一个就讲过了，刚好过了，刚好过了，他故意的，他不想讲太多，他累了，讲了讲了，他没他明天早上六点要起床接小孩，让你不要去，我来跟你说了解啊，对不对哈？不要录那么累，刚好过十九就可以了。对吧？什么叫力量不俗？力量不俗，力量不俗啦，力量不俗，对，不俗，不俗。这个力量不俗啊，就是表示他力量很强。可以了，对，他叫我没听过，有我没听过，没听过。力量不俗，这人力量，他这人表现不俗，有力量不俗，我没听过。力量不俗，遇人不俗，不是我那个俗是俗气的俗。对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知道，所以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俗气的俗，因为你。越描就越黑了，他就把你已经整不回来了，不好整，不弱的意思啊，有没有大会？哇，没有，没有，力量不俗，没有，遇人不俗，遇人不俗，表现不俗，没有力量不俗，不俗，哇，都用错了，能力不俗，还好没得分，结果是你被喷，快过了，快过了，来第三 round。我先，我看一下。好了，你们俩，你们我下来。我笨。请抽题目，那么多力，这个随便讲力，什么都有。抽到的是，哇，蛮多的哦。玉，玉很多哎，蛮多的哦。来，哦，但是不好想。对，有什么玉？一定要超过二十，一定要超过二十啊！玉，一定要超过二十啊！大牌，对，都大的吗？都大的吗？小的，廖嘉怡，小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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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少？十二，多少？这十二，是不是多摆了好几张啊？没有，不是，我抽到十二，没有，还好，还好，一头皮，没惊，三油，十五，十五，大的吗？还好，没惊，恭喜，好厉害，三油，三油，可以，很好抽，运气好，十六，一共只有十六哈。有一个很好。上述用掉了，最后一回合，自首 tempo ready go。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四声玉，玉成国小，玉山国家公园，浴室，浴缸，遇人不熟，遇见，玉山，玉米茶，玉成高中。
玉米须茶，玉米汤，玉米，玉米水饺，芋头冰，玉石俱焚，玉玺，玉圆冰，遇见爱人，玉佩。还遇见亲人，遇见小孩，过了吧？遇见就好了嘛，遇见就好了，遇见讲了，遇见你可以，遇见你是一个有玉米茶，遇见前夫，有啊，玉米茶，有玉米茶，是我们过了对不对？玉米须茶，过了吗？玉米早就过了。玉米须茶是用来那个排水分的，是减肥的，不一样。玉米茶，玉米茶又不一样。好，来，我们刚22过了，过了，又过了。